南韩限定女团 IOI 于2016年透过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第一季出道，有着国民女团封号，活动了9个月后，在2017年初宣布解散。其中秦夏以及 SOMI 是成员之一。近日韩网上就有一段关于两人话题的影片引起热议，只见有粉丝拍下秦夏看见了 SOMI， 就用激动的肢体动作表达了喜悦之情，面带微笑，全速的向 SOMI 跑去。即使团体解散了，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两人关系非常亲密。且秦夏足足大 SOMI 5岁，但还是不影响两人之间的交情。而网友看到秦夏激动的肢体动作，少凡表示像掉落的莲蓬头一样，还有人开玩笑说像转动螺旋桨的小型犬，好像触电了，活泼的样貌非常可爱呢。